波及的，永远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就是你在出门的时候，我永远都同样的东西。然后就是其实我春夏秋冬一定会喝姜茶，或者是喝中药养生的茶，然后带水。你都做什么？像刚刚讲的，就是如果开心的话，一定要喝杯子，然后手霜啊，然后唇膏啦，所以任何就是需要的东西，包括护身符，任何跟护有关系的东西，其实我都会带。刚去买的也是。他们不是失控，他们只是疯的。没有，就是非常开心，因为就是比较难得有公开的场合可以跟大家分享。今天虽然不是假日，但是可以看到很多事情，还有其他人在身上。因为现在久违的见面。我喜欢简约时尚，然后空间是很强，空间很够，收纳又很好，因为人多好，是一个真的是不要干净的人，随时随地都需要很多东西的人，所以大空间的包跟收纳空间很好的包对我来说很健康。谢谢平安之路电子的一方。